好，我是白神威狗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帮大家看一下这个新的包里面的角色，我需要。Shella， 好，来到房在里面了。然后这个角色旁边一时间就会有一个蛋，然后这个蛋的话，就这样长这样子。然后下面又有一个数值，这个数值过200的时候，这个蛋就会孵化。然后就有一个海马，它会攻击。然后如果我摔伤的话，如果摔伤的话，他就会帮我补血。开始感觉很烂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才刚孵化而已，所以他还不强。到15杀就会变最强，抓到15杀。OK， 现在都最强了。现在的非常扯，现在攻击又非常贵。我们先把我们铁鞋让掉一下，然后这攻击非常的可怕。我就一直帮我回血，不回血是不是就很糟糕？那就是这个角色的技能。那下一集我们会去实战。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在订阅及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